我们就像从上游直奔而下的河水，从不曾回头看一看身后是怎样的风景。我们一路向前，错过了许多。如果那时有人能回头看一眼，也许我们就能发现彼此的心意，也许我们各自会有不一样的幸福。陆奇伟，那两个字念十一，三个字你念错两个，好难啊！我觉得我可能是考不上大学。还有你，要不我来帮你补吧。你要帮他，不可以吗？这可是爱情的最高境界，也是爱情最美好的阶段。这个时候，就算是两个人轻轻地碰一下手指，都会面红耳赤，心跳加快。看题目，我喜欢猪，我都不会喜欢你的。我在替猪谢谢你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就是存在那么一种瞬间，能够让人记得一辈子的瞬间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没什么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？你看这花还挺可爱的，就像某人一样。可是你总得迈出那一步，让陈朗知道你喜欢他吗？陈朗，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。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，你会不会也像我一样难过？我喜欢的那个人啊，好像永远都不会回头看我一眼。陆十一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这么一直畏畏缩缩不敢表达的话，永远都不可能追得到你。我觉得十一这人真的挺好的，你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以后呢，我们两个除了恋爱没有什么好谈的。我出国的话，我们两个就真的再也没可能了。我现在就回去告诉他我喜欢他。